罪犯们，逍遥法外的好日子结束了。不可喧哗，不可追逐，不可随意动武。大理寺的工作量有这么不饱和吗？代表法律制裁你，接受法律制裁。今日无事，不如对弈一局。律法会消弭这世间的不平。全面搜查，死者也会开口说话，为无辜者代言。我就是法律的化身。现在是逮捕时间，想知道自己怎么死的吗？来，马上就告诉你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。以陛下的名义，你被捕了。斩立决，真相只有一个。